妈妈去哪里了？看眼睛。外婆看眼睛了。嗯。那我们现在去找奶奶，好不好？奶奶。奶奶在挖红薯。圆圆想睡又不想睡的样子，我就把他带过来了。你的那个引导器吧，好吧，这里太晒了，爸爸，在那里等爸爸，好吧？嗯。奶奶一个人，他那个肩膀痛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他担不起了，爸爸担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在等我哈。应该不洗了。对，你过来还有挖干。哎，应该不洗了。我这皮挖得没人去捡。挖得够啊，还在那猪场。刚刚我们把红薯已经从那边呀拖到这边来了，现在准备上坡啊，装两包。妈妈说在前面拖，我在后面推，就这个坡度比较高，大家看一下，去年前年都有拍过，这个坡确实很陡，上去很吃力。要不然再等爸爸哈，好吧，走上去。等一下啊。回来把你咋地的。红薯推上去喽，月宝，这里好晒呀，来帮我带你上去。哎呀，带我们月宝上去了。我们家月宝就是有吃的就不哭不闹，就是要堵住你的嘴巴哦，是不是？爸爸，这是地窖。这是地窖。慢慢带起来了，好晒的，姐姐，晒死了。啊，什么东西呢？刚刚我们把两袋红薯已经放地窖里面储存起来了，现在我带月月回家了，回去吧。太晒了吼，太阳光太强了，把我们的月月等下晒黑了，把月月带回去算了。哇，这个风好凉爽呀，是不是？待会我们去发货，带你去找妈妈，好不好？